豪飞克也倾向于打低点滑出去。豪飞克特色发球，故意发边线，然后反拍抽球。豪飞克特色发球，故意发边线，然后反拍抽球。我们来看看这里，在以前的比赛中，尤其是陶飞克的比赛中，我们可以看到非常丰富的球路变化，同时也能看到林丹面对这种飞直来直去的球，他的重心特别的稳定，他总是可以做到重心不会晃动，他总是可以做到脚步能牢牢地粘在地板上。
杀上网后，林丹比较倾向于往对面反拍位置放球，这才是林丹常用球路。所以上次我说这个球路非常少见。陶飞克这里居然还能勾对角，陶飞克也是变线处理，厉害啊，陈龙这里的重心居然稳得住。巧了，这个我也打过类似的。这个球路告诉我们，步伐难受的时候不会大力摆脱，
就要选择变线加速了。